有位演员叫谢展豪，你觉得他在有生之年的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表演呢，在所有演员里面是应该是排倒数第一名。得罪这个演员？对啊，谢展荣的。对啊对啊。我们相爱相杀其实已经蛮多年了。夫妇无犬子，台湾优质神明协会23日举办爱传承关怀演唱会，常务理事谢祖武也到场陪长辈吃大餐，提前共度元宵节。我没有带儿子一起来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带我太太一起来。儿子其实他有他自己工作。其实谢展荣跟谢祖武那就是一份爱的传承。以后我们会多邀请谢展荣来，谢祖武先生就不一定会来了。有位演员叫谢展荣，你觉得他在有生之年的表现怎么样？他有生之年表现其实我觉得不错，但是有生之年我有看这个戏，我觉得他表演呢，在所有演员里面是应该是排倒数第一名，毕竟前面有那么多的前辈。你得罪这个演员？对啊，谢展荣的。对啊对啊。我们相爱相杀其实已经蛮多年了。有生之年杀青播出完毕之后，我们其实蛮久没见面，上一次见面是在初二，我太太屏东的娘家见面，匆匆打了个招呼，她就去陪我岳母聊天了，我就陪我岳父上桌了，下午就讲快一点，然后初四初五就回台北继续工作。据我所知，她现在好像也还是在工作吧，不晓得要问她的经纪人。那她有讲过说她从来不看你的作品，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？好啊，没有关系，来啊，那就不要看啊，没有关系，我这个人向来是以德报怨，我都会有看啊。他目前一部嘛，我几部了？哦，嗯，好，不要再讲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就不相信他哪一天会没看到我的作品 ，maybe 有看，但是不想说。那你觉得他在比如说戏里面可以跟谁多学习这样？他每个人应该都学习啊，其实当演员就是在就是一样，每一部戏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是彼此学习，然后彼此求成长求进步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。大家可以跟他们合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缘分吧，爸爸妈妈有积德吧，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合作，连我都想跟他们合作，但是我一直也没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最还可以叫吴康仁叫阿飞，或者叫吴康仁康仁哥。哎，这干嘛这样？人家要叫你哥好不好？新光娱乐新闻开始喽！给给给！吃下面。鱼精子，真的，他这个是完全没有腥味。这拉面拐弯了。拐弯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